山高水长，花落花开，浪走涛飞，潮去潮来，万里风雨数不尽，转眼间春去秋来。书写一段善良的诺言，人情啊，海与天分苦乐年华，是为那书写一段善良的诺言。应该是冷藏车吧，嗯，快追上去。停车，再不停车我就开枪了。嗯，怎么回事？停车，停车。嗯，大哥，那小子还没死。嗯，打方向，撞死他。停下，大哥，我就这点家当了，你饶了我吧，抓着他们陪你家停车。真的？我是集区局长王坡，我现在代表中国海关跟你讲话，明白了吗？好嘞，你看我给你玩点绝活。枪，这样下去会死人的。你怕了？嗯。好，你下去吧，我自己来。下去啊，大哥，就凭你刚才救我这条命，我陪你。又不怕了？嗯。抓紧时间，快！好嘞。快点车！
快把那个男人从车上拉下来呀、啊！就剩一颗子弹了。没事，够用。下面情况怎么样？严馆长，没有发现王头的尸体。都仔细查过了。仔细看过了。走、啊啊、走。啊啊！杨虎，妈的！这什么方向啊？枪声好像是从望夫崖那边传过来的。王头可能没死，要不然我们去看看。马上带两个人过去，有什么情况及时叫我。是，下车，跟我走。起来，大哥，大哥，我说过够用了。刘梅，刘梅。吉人自有天相，我早就说过了，我有九条命啊。可是呢，刘红梅却没有逃过这个劫难。这也不能怪你啊，你已经尽力了。希望她也有九条命，能够大难不死。但愿如此吧。我始终都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昨天晚上的行动非常的隐蔽，只有你和严展飞知道，而且我告诉他的还不是真实的地址。等一下，喂，初恋，我呢？怎么手机不开机呢？昨天晚上你那发现什么情况没有？哦，是有四个人去沈艳阳了，但是不一会儿就撤了。好，我知道了。好嘞，文哥，怎么样了？你说的是对的，从现在起啊，我们要睁大眼睛盯住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怀疑。怎么样？哎呀，不行了，这年龄大了，不行。几个呀？十个。你真行啊，还说年龄大了。你来试试。来来来来，你试试。我肯定不。来来来，哎，十个没问题。我看你应该加到十一个。喂，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房市长啊，我廖凯各方面都不如你啊。哎，你廖老弟怎么能这么说啊？哎，来。使劲，嗨，使劲烧腹，烧腹，用力，大臂用劲儿，用劲儿，哎呦，哎呦，不行啊，虚啊，虚啊，方局长，我廖凯真的不如你啊，你真行，你好好练吧，这样哪行啊，啊，好。算什么呀？
刚才咱俩练这个臂力，我就悟出了一个道理，贵在拼搏。你看你坚持住了胜利了，我没坚持住完蛋了。你说是不是马市长？哎呀，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啊。老凯变得越来越深刻，思想境界比我这个市长都高啊啊。方市长，我这意思是啊，这次脱离险境的确是不易啊。当初咱们要是稍微动摇一下，没有坚持住，天凯就会有灭顶之灾呀，你说是吧？要是那样的话，别说在这休闲了，人身自由都没了。那倒是。哎呀，这个王步文挺难对付啊，这人总让人琢磨不透啊。这次咱们突出重围，幸免于难，严兄是立了大功的。那是，老严是第一功臣。哎，你怎么没请他一块来呀？别提了，小杰走以后啊，他很少到这儿来喽。睹物思人呐，这也难怪呀。你说哈，自从米奇去国外定居以后，我每次上你这来也是颇有些伤感呐。小杰过一阵可能就回来了。哎呀，这个严兄真是没魂了，憔悴是吗？没人样。嗨。哎呀，曾馆长。曾官，哎呀，这是怎么了？哦，嗨，皮肉伤，没事儿。没事儿。曾官，您看您这么忙，让你替我们操心了。啊，能不操心吗？哎，不过有步文陪着你，就用不着我操心了。哎呀，这是组织上给你的慰问金。啊，不要不要不要。那你拿着吧。哦。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啊。副馆长，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昨天晚上的事儿了？这不是开会刚回来吗？我昨天刚要睡觉，这展飞同志就来汇报了，说你这车也被毁了，人也失踪了。不过这才好了，转危为安，这叫无形中的万幸。可是刘红梅，我们现在唯一的一条线索又被断掉，这也叫人算不如天算呐，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哎，那展飞同志怎么看呢？展飞同志他是主管领导啊，据他分析呢是这样的，极有可能他们对小青和你们两个反跟踪监视，因为他们也注视刘红梅啊，是想通过你们二位找到刘红梅，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可能性不大。那你认为有什么可能呢？我们内部有奸细，我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向展飞同志提出了疑问。他怎么说？他跟你说的一样，但是他没有发现任何迹象。骗子！曾馆长，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的奸细就是严展飞。严兄啊，你今天怎么有时间了啊？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你想呢？能有什么事儿？严兄，你跟我说，我有什么错误，你可以批评我，是吧？你跟我说，到底出什么事了？还能怎么着？你那宝贝兄弟又出事了。谁呀？还能有谁呀？罗武器啊。除了他还有谁？他怎么了？
缉私总局来了通知，说在广西边境发现了裸武器。通知上说了，问问这边谁和他是亲戚，他和什么人在生意上有来往。你说我该怎么办？连长，哎呀，没几个人知道啊。当时我还跟香港的董老板打过招呼，让武器不要抛头露面，不要抛头露面。你说怎么这么快就让人知道了？你说这个武器是不是缺心眼，脑袋真让驴给踢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呀？王八蛋在广西一天他也没闲着，三天进一次赌场，两天他换一次女人。总署的眼线就是在赌场发现的他，怪不得他花钱如流水呢，昨天还打电话来要钱呢。他花了多少钱？平均每天50万。他到广西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你自己算算吧。听见了啊，护着呀，就你这宝贝兄弟早晚给你闯出大祸。哎，严兄，严兄，哎，严兄，顾文呐，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不过现在还不能下定结论，事实会说明一切的。不过这个事实他不可能等人的吧，你得需要斟酌调查，去做大量的工作和非同一般的努力才行。可是现在刘红梅这条线索断了，罗武七又不是在短时间之内能够抓获的。哎呀，我现在真是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感觉。嗯，但是别忘了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呢，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你只要深入下去，我看不愁查不到新的线索，就看你功夫到底。但这的确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这需要海关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才成。不然不必多说了，因为你维护的是海关的尊荣。相信在你的背后，我们大家都像个拉拉队一样给你鼓着力。这次我到北京向总署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非常满意，并且委托我向你表示慰问。是，刘武器的踪迹已经出现了，证明你的直觉是对的。武器在哪？有人在广西发现了他，又有人在越南的边境一个赌博场发现他。总署缉私局已经设下了埋伏。的确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曾馆长，谢谢了。谢谢为时太早了，等你们大获全胜的一天，我要专门设庆功宴向你们二位敬上。告诉你服务员都出去。王市长，钱那是小事儿，我们的安全才是大事儿。你的那个罗武器如此胡来啊，是极其不珍惜自己，更不珍惜别人。要真在他那出什么问题，咱们谁都承受不了。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是牵扯到大局和整体，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生存安危的事儿。你廖凯要是再打不定主意，果断采取措施，那我们就没有退路了。以前做的所有努力都会白费。老凯呀，这件事可犹豫不得，长痛不如短痛。你要是被你那些兄弟情谊所困，那是会误大事的。方社长，你放心吧，我会妥善处理。还有一件事情比较重要，自从那个刘红梅这条线断了以后，
现在这个王不闻正依靠曾思琴的支持对大港船务代理处的有关公司进行调查，一旦王不闻查出线索，矛头立刻就会指向你的天凯，后果会怎么样恐怕不用我多说了吧。方市长，王不闻都找了哪些人？刚才展飞没说，反正王不闻不会像以前那样傻乎乎的信任他了。你知道这个代价有多大吗？妈，你的意思是说严展飞现在目前的处境不像以前那样如鱼得水了？方市长，我们是不是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对付王不闻？这事儿只有房市长出马才能力挽狂澜。你开什么玩笑，我力挽狂什么澜？不不不，阿兵说的对呀、啊、这事儿针对你大市长亲自出马，你一定狂澜，你肯定能狂澜的。你别跟我打哑谜了，什么蓝的绿呀、啊、这是涉及走私的事儿，市政府无权过问海关。海关你当然管不了，可你们能管公司和企业吧？现在这公司啊企业啊都有自主权，市政府对人家正常的经营不能干涉，这你比我清楚啊。哎呀，我的房大市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你们市里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不都靠我们这些公司企业吗？你说我们全垮了，你们这市长喝西北风去？你的意思是由我们市政府出面跟他们海关交涉？对对对，到时候是这样啊，我把一些公司的法人还有一些公司的老板组织起来，搞一个声势浩大的一个抗议行动，配合你们市政府，我就不信王不闻他不会搞得焦头烂额。但是王不闻如果置之不理继续进行他的调查，那也是问题啊。我总不能把那些董事长啊总经理啊用绳拴起来啊。这个你无需担心了，严兴正愁着没有借口整他呢，他要是抗命，严兴就会撤他的职，让他回培训中心当他的司务长去。嗯，这主意不错，可以试一试。这样我明天就派人去找曾思琴。哎呦，我的房大市长，还他妈明天呢，今天就得去，而且你要亲自督战。只有你去了才能狂澜。好吧，那我就亲自去会一会曾思琴。你等一下啊。谁电话？是董林。哦，哎，董林兄，哎，你好，你好，你好，啊，哎，武器在那边情况怎么样？恕我直言，你的兄弟让人遗憾，我的安全亦受到严重影响。哎呀，这么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我一定尽快的想办法来解决啊。要么夹起尾巴做人，要么走人，请凯兄早做决断。好好好，我尽快想办法解决啊。哎，董林兄，谢谢啊。哎，阿凯，不会怎么了？武器这个王八蛋又在那惹是生非的，暴露了。这个武器真是太不争气了。你说这小子怎么就无可救药了啊？阿凯，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觉得严展飞的话也不无道理，你应该考虑一下。我还用他提醒了我啊，我比他更清楚，可他毕竟是我的患难兄弟，我下不了这手。阿凯，你现在是意气用事，你应该明白现在这种关键时候，小点声，这种时候是保一个兄弟还是保众多兄弟，你自己看着办吧。你应该能看得到严展飞
对你已经有了想法，至少也是失望。阿凯，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啊，一旦严展飞和房修夫他们跟咱们离心离德，那我们就全完了。哎呀，啊，凯哥，嗯，那你久等了，快坐等。你在那边惹是生非暴露了，你说怎么办呢？这个武器他真是个糊涂蛋，这不是拿自己的命和我们安危开玩笑吗？你这废什么话呀你，我说怎么办？凯哥，武器他这样做确实是自寻死路，这种过失啊也的确不能原谅。不过警方现在不还没有找到他的藏身之处吗？你看咱们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以后啊也死而无怨。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王不文还能给他一次机会吗？凯哥，我再劝劝他试试，他一向啊都能听进去我的话，行吗？啊，我听你的，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是黄河，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了啊，他还要这样的话，那就别怪咱们兄弟一场了。行，凯哥，你放心，如果他还是这样的话，不用你说，我亲自动手。根据这几天的调查，有很大的收获，我们对几家重点公司的寻访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到了天凯集团，可以肯定的说天凯有重大的走私嫌疑。哎，头儿，你看现在要不要接触下廖凯了？啊，要不要向严头汇报一下？没有他的支持，我们下面的工作很难铺开，也深入不进去啊。暂时不行。弟兄们，我们不妨啊好好梳理一下整个案件的这个过程，你就不难发现这个案件的背后啊有某种让人难以解释的症结。所以啊，我们必须要克服困难，先进行秘密侦查，一旦取得证据再向严头汇报也不迟啊。绝对不会泄露给任何人，包括我姐姐杨冰在内。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设下这个圈套？来得正好，刘红梅她还活着，她发的信息。这
这就说明他对你有误解呀、啊。但是还没有把你当坏人，不然的话就不会回这个信息了。你给他回信息没有？我给他回信息了，向他解释那天晚上的事，希望他别误会。他是不会轻易就这么相信的。他现在是处在犹豫的状态，在试探。那我们现在就这样等着吗？肯定不能这么白白的等着呀、啊，要争取主动，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可是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怎么去找啊？查他的手机号。这样可以吗？有1%的希望，就要做100%的努力。去的去，冰雪过后又见。